跟那个沙漠有点不一样，黄土高原如果就是稍微见一点点雨的话，马上就有草出来，哎，就有绿色，就有绿色。你看那个山顶上，可能最近下过一点雨，上面有一些绿色，哎。黄土高原这一带的窑洞，它是先挖一个那个坑。哎，先挖一个坑，那个垂直下去呢，然后在这个海面上挖窑洞，哎，挖窑洞。土块啊，土坯呢，一个一个的这样就是立砌起来的，它的形状呢也像窑洞似的，也是这样圆圆的这种，这个效果比那个还好，哎，效果比那个还好。线。属于五位地区吧，五位地区。
这两边呢，两边有些那个土窑啊，然后那个烧炼烧石灰的，烧石灰的，因为这一带，石灰矿呢也非常丰富。不是阿婆阿婆。我这边看见红了。没有，我在钓的了。好嘞，可以了。好了，谢谢了，谢谢了。喝完了。专家说那个你要吃那个吃的那个日子太长的话，对那个心功能不太好。菜油那个回煮用的，香油里面再放一些盐，然后和面。和好以后呢，就在那个菜油里面炸住了，他们叫油香。另外一个呢，他们就要炸那个馓子，馓子我们说的是麻花，麻花。他做的这个馓子呢，味道也特别好，红糖、盐、还有蜂蜜，还有蜂蜜，把它和好以后呢，然后。在案板上那个就把它撬，反复的把它揉，然后呢再用一根那个木就是筷子大小。这一带属于那个天柱县，这个县呢说藏族比较多，这个县。天柱藏族自治县，顾客说怎么这么贵啊，
要知道我是一个近乎秃顶的人，理发师说，我当然知道，这10块钱里面呢，只有三块钱是用来理发的，另外7块钱呢是用来长头发的。哎，找头发的。有一个人到理发店里面去理发，那理发师呢发现他头上呢只有3根头发，只有3根。于是呢就问到说，同志，你要理一个什么样的发式？顾客说理一个大背头，理一个背头。理发师用剪子挑起头发看了看，真有点为难，一不小心呢剪掉了一根，所以呢只剩下2根了。理发员呢又问，只有2根了，理个什么样的发型呢？这个顾客说，理个分头吧。理个分头。那理发员呢正想把2根头发分开，不小心呢用剪子。有一位青年和一位老头子啊，一个老头子，那两个人呢素不相识，谁也不认识。